好像是一个赴约，其实这是一场致敬，是马老师用这样的方式，是也代表我们所有的人向你们表示致敬。说了半天，我们这个火都点着了，是吧？你看这食物挺诱人的，咱们赶紧请服务员上菜上酒，好吧？我们这火锅吃起来，赶紧来，哎，请服务员来了，来了，哎，来，今天这个服务员阵容有点强大人。对，今天这服务员今天看出来了啊，看出我们这个马老师你们是真的是有心啊。有心。你们派出来的三个服务员，这个胖瘦肥瘦就告诉我们今天的肉是搭配得很好啊，肥瘦都有。我没听懂你说的这个啊。你看，来，把口罩摘了。来，都已经认出来了，欢迎。然后就带着口罩就合影了。欢迎马老师，欢迎韩红，欢迎安徽姑娘薇娅。来。哦，薇娅是安徽的吗？对，老乡好。跟家乡话跟大家赶快打个招呼，是我是庐江的，然后我们老家话就吃好喝好说吃好喝好。韩红，来说两句。韩红打个招呼，我们线上的朋友们说两句。好，非常激动能够受马云老师之约，今天陪大家吃火锅，然后我还带了为这次疫情所有的医护人员做了一首单曲，是非卖品，今天每人一份啊，送给大家。然后马老师只是说我今天既然来了肯定要唱歌，所以我今天不想搞那个伴奏带那种，我带了自己最喜欢的吉他，一会儿弹唱给你们听。这今天咱们就来着了，叫吃着火锅听着歌，对，我有点绕嘴啊，吃着火锅听着歌，还可以唱着歌，一会儿大家这个会唱的，跟那个马老师一起唱啊。马老师，我没有礼物，我就是来吃火锅，没有礼物。哎，等会儿，对呀、他说他就是来吃火锅的，你们答应吗？马老师，答应吗？你看，马老师不但完成了他们两个，他和王琦的这个约定。而且他邀请了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在这个云上和我们一起来吃火锅，我们整个过程中呢，除了会看到马老师的朋友们亮相向大家表示致敬以外，我想如果马老师没有一个节目的话，大家肯定是不会放过他的吧。对吧，记得你们说的话啊、哎、一会儿要行动啊，听我们和国立老师的眼神啊、不要口令，眼神就可以了。哎，行了，饿了饿了。马老师，你上来没说几句话你就说饿了，他看着那菜就饿了。马老师带着你们仨是带着兜兜上来的，对，一点也不专业，让你们上酒还让一帮人给你们带酒。我刚才跟现场大伙儿正热闹，我说马老师他真是今天有心，哎，你看上来三个服务员就告诉我们今天的肉的搭配是肥瘦相间的。我们什么也没说，对，但是我们要说一件事儿，这个今天这个局来了一半人，对吧？还有一个重要的一方没来，咱们得欢迎他。对，欢迎安徽援鄂医疗队的王琦，发起人王琦。没他这个局还活不了。赶紧一起去。哎呀，这个王琦啊，你是当时怎么就想到喊他一嗓子呀？对吧？我们是收到了马老师给我送的奶茶和炸鸡，特别的激动，我们想请马老师吃火锅，然后就在微博上发了。你看我们医护人员多善良，就吃个奶茶这和炸鸡，然后就想着我要一顿丰盛的肥瘦相间的火锅来回报，对吧？这个，然后你们这个当时微博上是喊着的啊，今天我们这个局要开始了，你们也对个暗号，当时说什么了？对啊，发信息怎么约定的？你们当时是好嘞，我说的是马云老师，等疫情结束了，我们想请您吃火锅，吃多辣您来定。对，然
马老师怎么回的呢？ 我记得我的回答是别告诉我喝什么酒有多辣，告诉我时间和地点，是吧？对的。哦，暗号对上了啊。哎，那这样这菜也上半天了，真有点饿了，你们俩赶紧一起宣布开席吧。对啊，那你们俩宣布开席，是一点小酒要宣布开席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好对，好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请请。哎呦，来，玫瑰色，哎呀，玫瑰色，来来来来，你们自己拿。哎呦，我们就你爽你一个，我们俩拿话筒。好，我们俩拿话筒。你们宣布开席，我们开席，开吃，啊、举杯，来。云上的朋友们，云上的朋友们，开吃！云上的朋友们啊，举起杯，我们开吃了！哦，嗨，看得见吗？6600名医护工作者，哇，今天的云上的火锅，哇，太壮观了，太壮观了！大家好，举杯，请举杯！大家好，大家好！哎，好，就坐，就坐，来，来，请就坐，来。韩老师您请就坐。哇，云上的朋友，哎哎哎，对，哇，哎呦，这家还带着孩子呢，你瞧了没有？嘿，妈妈带着孩子，那个小朋友赶快跟大家打个招呼啊。啊，来来来，小朋友打个招呼来，你别光顾着吃啊。哎，